它比较不会劈头啊，或者它的运用会比较更广。简单一点，它比较不会劈头啊，或者它的运用会比较更广。那这是我们的塑形土嘛，塑形土加上洗衣石，它就可以做冻石啊，一些比较石材出颗粒的土。那像我们的塑形土也有很多种运用，它经过那个大概叠后嘛，塑形土那有塑形土就是可以叠后的，就是中间对，那它也可以做各种温度的造型嘛，比如说可以做石皮吗？可以啊，它是你要缝，你要慢慢的叠下去，没有办法像。 你做石皮的那个，他们有专用的基底，有的石皮你看到里面有粉刺保育，不一定是完全是这个。那真正的仿石的是水泥，它可以对到很厚。那对，对，对。水泥它是比较完全也没有那些金粉啊，因为起色它是比较像板泥那一类的。那这也是用塑形土。 客户要求去创作，他要需要的东西出来。你的麻木，我觉得它可以比较做比较粗糙的感觉，会更细致，也可以细。对对对，它加上特定的抛光技术之后，它可以更光亮。嗯，那像这一个就是麻木，它的花纹可以制造出比较。 安博的花纹跟比较微花纹的都可以去靠你的工艺去显现出来。像这个，这个是飞鸟人地泥，它是可以画比较我们这样飞鸟人的大理石墙。是画了这个东西叫？它其实它是飞鸟人地泥的材料，然后再加上我们的彩绘。哦，对，因为这样不就跟毛毛里都很像？不大一样，它如果你要画的更光，可以比毛毛的更光。 它可以画的更光，威尼斯威尼。类似，但是威尼斯威尼有它有分亮跟不亮。它这个是最亮。它这个你要继续画的话会更亮。那一般其实看业主的需求，你要更亮就是要照面，它的那个像照面板。最强的。安哥拉亚吗？入口是最简单的入口。可是我叠到三十，我那个做什么叠到三十？它也是 OK 啊，你那个材料颜色如果比较鲜艳，它一定会增加一定要需要。 比较闪烁，对，那这是我们的阿尔卑斯，它是比较属于金属漆的。那这个是它上这个就是阿尔卑斯，它这个颜色其实很多业主的都喜欢。那这个是爱因卡，它其实有类似多纹这样子，它是比较属于。 半亮多比较亮一点，这个就比较半亮。那这个是爱因卡，那它的那个比较白色的金钻，它是比较厚。这个是厚度是故意做出来的，因为有的业主需要这种粗犷的感觉，所以你可以去做堆叠。因为有的业主喜欢像，其实它是有沙粒在里面的嘛。嗯，其实金属漆它一定会有围着颗粒感，就是有的是那个会已经放了沙粒包围。对，但是因为我们的业主有的喜欢它那种比较有那种。 层次感，它不想说要太平整，但是你灯光在打的时候，你那光线的折射会感觉的那个角度看起来不一样。那这个是平光的金属漆，哦，克雷西亚。对对对，因为我们的客户可能你拿了平光给他，他愿意做半光的，我们那半光给他，他希望他有全亮的。不管是全亮，他克雷西亚半光。对对对。他想画的那个叫阿尔卑斯。
阿尔卑斯跟艾尼玛属于比较半光。半光，那有消光。消光就是克里希亚。哦，克里希亚是消光。对，它进去其实它的它是最不亮的，但是它还是有一个比较低调的。低调车。对。